大家好，今天啊跟各位啊介绍一个风水的概念，就是风水画。其实啊，我们想要靠画来帮我们来提升一些房子的一个气场哦，那是可以的啊。其实啊，就很像什么人长成这样子啊，就是长成这样，但是化点妆还是一样会有美化的效果。所以在风水画这一块，就是挂画的这一块里面，它还是有帮助的哈，它还是有帮助的，要多提升几分的力量。那来说的话，你在挂画，挂画的时候啊，你有几个点要注意。挂画的时候，第一个，这个画要活力十足的，你看到就有精神的，不要死气沉沉的。什么枯树啦、黄昏啦、一看到就会让你联想到啊，死寂呀、心情不好啦，情绪就会荡下来这样。那所以呢，你要挂了一看就哇，这个活力十足哦，像那一种什么活力小子啊，一挂就是扛把的加油的这一种的，一看到你就怎样被鼓舞了哦，就像这一种。所以呢，你要挂画来讲，第一个，这个画要活力十足的，不能够死气沉沉，不要死气沉沉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对你来说，精神上面它才会有所帮助。不然的话，一进到这个家，看到那幅画，算了，就没有什么精神了。所以说画要注意，要活力十足的，那再来呢，第二个。很容易我们会挂山水画，山水画里面啊，这个水的流向很重要，山水画水要流向屋内哦，不能流向屋外哦，你流向屋外的话水代表财，它会漏财哦，所以来讲你要特别去注意这个水流的方向哦，这个水流的方向哦，是不是向着屋内哦，而不是向着屋外哦，向屋内的话会进点财，向屋外的话会漏财哦，所以说很多人哦会忽略掉这种状况。那再来呢，你在挂画的时候，各位哦，你有的时候会在你后面椅子的后面墙壁挂一个画，这时候呢，各位，后面你椅子后方很忌有水流的这一种的状况，很忌哦，所以你不要说哦，那个水朝向我来呀、可是它是从后面，而且挂在你头上，那这个叫做临头水哈、所以呢，背后不宜有水。所以就算是画的水也一样哦，你就挂一个画在你后面，结果是大海一直淋你的头，然后那叫淋头水哈、淋你的头啊，怎样头淋了会怎样，感冒不舒服嘛，还要看医生嘛，破财嘛。好，所以各位这一点你也要去注意到哦，淋头水。那来说的时候啊，我们就会知道啊，那我背后要什么，因为玄武方嘛，我背后是玄武嘛，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嘛，那我的背后要用什么，当然要用，因为玄武它是要进要有靠要进有靠，所以说呢，其实呢，我们的背后你只要有挂画的话，你尽量挂的是那种山，就表示有靠山哦，但是这个山你不要光秃秃的那看起来要活力十足的山，要绿色的哦。所以呢，你背后可以不宜有水，但是呢，可以有山好，当你的靠山背后可以有山然后呢，尽量是翠意盎然的，翠意盎然的。所以这个就是啊，
你要去善用它。那当然呢，最好在你的办公桌前面，办公桌前面有一个水能够朝你而来。你在办公室的时候，哎，一抬头，哎，有水朝我而来，就是什么，财运会朝我而来。哦，各位，这一点很哦，你可以去使用，但是你要了解哦，刚好背面不能有水哦，朝你而来变零头水，前面的话 OK 哈。好，这几点各位哦，你就要去善用它，哦，你就要去善用它。那这样子来说的话，这个风水啊，哦，它这个卦这个卦才会对你有帮助。哦，其实啊，还是一样要记得风水的基本原理：左青龙，右白虎，前朱雀，后玄武。哦，所以呢，你卦卦的时候也尽量的依照这个。我们知道，哦，在卦那个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时候，啊，哦，这边是前后左右，啊，哦，就是我们的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，你要依照画斜线，画相反的，啊，哦，应该是要画。这样，那这边呢，白虎玄武它是要静的，它不能动，所以啊，像那个水山水画，那水是不是虽然它是静止的水，但是其实它有那一种寓意是流动的，所以呢尽量不要摆在这里。那这一边是动态的，所以呢你的一个水的画就要摆在你办公桌的左前这一块，然后水最好朝向你，哦，不要说办公桌的门在这里，结果你妈水朝那边往门流去了，哦，水要往你来，哦，所以呢在摆的时候根据这一个，哦，根据这一个原理，右后要进，哦，这一边可以动，所以水你摆在这一边，哦，可以摆在你的左边啊，水朝向你的啊，对对。但是只要门口在这里，就不要摆在左边，水朝这一边，结果流出去，那你就把它摆在前方，流向你最好了，哦，流向你是最好。所以各位，哦，你根据这一个下去摆设，哦，你还是要考虑到左青龙右白虎的这一种情况，哦，各个位置。所以呢，为什么我们常常讲说后方不要动？你只要在这边挂一个山水画，那水是不是往前面流？哦，水朝我啊，我会有暗财啊。没有哦，那个叫做什么？水在你头上，哦，就像呢，哦，像下雨一样淋着你的头，啊，淋着你的头就会感冒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不好了啊，哦。那你挂在右边，水朝着你，对，没有错。一样有财，但是右边它要进嘛，那虎动会怎样？会伤人，那人际关系会不好，身体也容易会不好，好，身体也容易会不好。所以各位，你就要去知道说，哦，原来山水画，哦，它有这一些的一些要注意的点。所以说，你把这一些注意的点，哦，注意的话，那你挂画的话确实会对你有几分的帮助，哦，会有几分的帮助。那当然呢，哦，我们在挂画的时候是要让我们看的心情愉快啊，你不要挂了一些什么死人骨头的那一种画，哎，那对对，看了就那心情郁闷呢，你在这里面怎么可能会好呢，对不对，哦，所以这几点，哦，这几点你要注意，哦，你要注意，这样子来说的话，哦，你才能够帮你的房子呢再更加几分，而不是啊东扣分西扣分，扣到最后原本70分的房子扣一扣变59分，不及格，
那么住在里面不是倒大霉了吗？好，所以说各位画的一个风水啊，画挂画的注意事项，好，各位让你的家能够更加几分啊，财运更好，住的呢也会比较舒服啊，更身体健康啊，不是挂了一个画说要来开运，那么越开越糟糕哈。那今天呢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，大家下次有缘再见，拜拜。